臭罗青，低奶台大帮还是处女。超级偶像第七名，21岁的罗青就读于台大国际系3年级，她也是居乃蜘蛛精杨一梅的同系学妹。台大校长李嗣曾日前表示，台大学生当艺人有点可惜。秀数32D好身材的罗青有自己的见解，可能今天是这样的一个造型，那在学校读书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我，可能在图书馆或怎样就不会穿成这样，所以校长呢不用担心。我觉得会想要跟学姐互相勉励，继续加油吧。被问到敏感的初夜话题，他承认自己仍是处女。我也才大三，而且我又跟爸妈住，所以这都没有，就是还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啦，所以这个问题比较没有关系。我自觉不是漂亮女生，我觉得我是长得比较有个性，可是就常被搭讪，然后在学校也有蛮多追求者。他参赛时曾抱着玩偶唱歌，却被网友窥视会词翻版，有点错愕，但事后觉得也还好，因为是我自己爱抱娃娃，所以也怪不了别人。身为台大高材生，罗青说自己其实不爱念书，最大的梦想还是当艺人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